短一点，竖划挡住撇的收笔的地方，要垂直，横折，然后这个竖划要长一点，相对要粗一点，里面的横要轻，连住左边的竖，跟右边竖不要相连，横笔等距，有。撇，横画，粗头短，横要长，下面的要窄。用垂路数，横折钩，不要写太宽，顿一下向下垂直，勾上去，横尽量往上面靠，这样高低错位，横间距。这边相等，这空间要留出来。长，先写撇短一点，相对要直一点。横左丢高，向右上方斜行笔。横折钩，顿一下，抱团。斜钩要长，向右下方伸展。勾上去，撇，离这个横的起笔竖笔要近一点，点，把这部分离的间距要小，笔画要短一点，这个笔画要长，要突出，空，横钩要稍微细一点。竖弯这个转折处要细，这个竖跟上面竖对齐，横要稍微长一点，长短有变化，